由财神爷、五谷爷、神诞前加持过的。各位焕发之后呢，请各位能够进入庙里面，跟我们的财神爷、跟五谷爷来参拜。参拜之后带回家，放到家里的财神位置。放到财神位置之后呢，他会来保佑大家阖家平安。做生意的生意兴隆，读书的能够增长智慧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财神爷未来焕发的财神母亲。各路将军神将来到龙源宫，来恭祝龙源宫香火鼎盛。城广场来迎接我们一年一度的元宵节的活动，在此再一次欢迎大西嘉天宫。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分送，哇，分送喜糖。
现场所有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各位乡亲朋友，我们这一次热烈的掌声，非常的感谢由大溪家庭宫，我们各路乡亲来到龙源宫，来恭祝龙源宫香火鼎盛。在此，我也代表龙源宫主任委员。